想刚刚夏季的一手冰皇，哇，美不美啊？每一个都是金灿灿的，整个屏中你们是第一个看的人哦。我的娘啊，没有打针已经这么好看，打个灯哇！里面的冰感带着那种冰皇全部都出来了，像不像珠穆朗玛峰啊？那个日出的感觉金灿灿的，哇，真的是太漂亮，所有的水路全部爆了。一般黄翡的料子啊，都是出自于会卡的敞口，然后第一个会卡的敞口一般都是在皮革外，要么就很干，很丑很丑。但是这个料子是带冰感的。第二个就是那个黄能不能保得住，就是钱能不能保得住的意思。拿几条给你们看看这个黄翡有多绝，人家是外面的一个皮革，结果呢，它是这一节全部灌过去，而且这个条形非常厚，还可以做圆条的黄翡，你们见过没有？戴在你的手上，走到哪里搓什么小酱酱啊，做生意啊，那肯定是会越来越好，事业爱情上升的感觉，是不是姐妹们？富婆的标配，姐妹们啦、啊，你们的圈口袋多大呢？然后呢，我要去给你们体会一下，因为体会完之后，那个黄会比现在还要更漂亮，翻出来跟金子一样。走吧，我们去体会。